像柯市长说，就是长者别在65岁就退休工作，否则要当米虫20年。我们都尊重每一位长辈他的生涯规划。总理，我是台视新闻的萧炳麟，想跟您请教一下，就在国防的改革正告一段落之后，那怎么看说在过年前这个是要启动这内阁改组，大概什么时候？那苏院长是不是会继续留任？还有以及怎么看说，不管是党内或者是在野党，都有提到一些部分官员都应该要下台要离开。那总统认为说要调整到怎么样的幅度才能符合人民的期待？谢谢。这件事情哦，事后到了我们就会跟大家报告了，所以不需要急着问这些事情嘛。到今天你们要报道的已经够多了。嗯。张佳婷，您是。总统您好，民事蔡佩桦提问哦，因为很多国人还是关心经济上面的议题。那今年我们的总税收是比我们的总预算多了4500亿，所以包括朝野很多立委都认为说，是不是应该要还税于民？就说比如说发现金或者是发几倍券，那让人民有这个还税于民的感觉。那不晓得政府是不是有相关的规划？那我们确实有这样的预算可以发钱给民众吗？那另外，因为先前府有预告说我们会召开国安高层会议讨论经济的对应，那不知道这个日期已经定了吗？谢谢。我们疫情哦，老实讲影响到台湾将近3年了哦，那再加上我们明年的经济情势哦，其实挑战性是很高的哦，所以我们必须为明年的这些情势哦预做准备哦，那所以我们有请我们行政院哦开始讨论各种方案哦，那所以在这个礼拜。我们会找一个时间来开我们的国安高层会议哦，就我们整个总体经济还有我们的产业哦所面临的困境跟困难哦，我们要有什么样的作为哦。那另外呢，就是说在这个困难的经济具有挑战性的经济情势底下哦，有一些我们社会上的人呢是需要我们国家特别照顾的哈、哦，那我们也都会把他们一一的找出来哈、哦。所以我这里要讲的是说，不同的阶段呢，我们会有不同的做法。那我们面临明年的这样的经济情势啊、哦，确实是我们要好好的花时间来看。我们应该要有什么样的作为来应对明年的情势啊、哦？那么重点是钱要花在刀口上啊、哦，要帮助到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哈、哦。所以所有的方案我们都会审慎评估，那有决定的时候再跟大家报告。我们赖副总统、苏院长，还有我们柯总召、顾秘书长、邱部长，我们各位媒体朋友，所有收看直播的国人同胞。大家好，在大家上个周末欢度圣诞佳节，紧接着要迎向跨年之际哦，在距离台湾千里之遥的欧洲，乌俄战争已经超过300天，还未停止。但是乌克兰没有倒下，乌克兰还在奋战，乌克兰人守护家园的坚决的意志，感动了全世界爱好民主自由的人们。不只是欧洲，在亚洲，中国的扩张也持续冲击着国际秩序，威胁区域的和平稳定，影响两岸关系。尤其中国在8月军演之后，对台湾的威逼的情势更加的明显。那么，面对威权主义的扩张，国际跟区域间的主要的国家，像是美国、欧盟、日本、澳洲、菲律宾等国家，无不纷纷的调整战略。强化自身的国防战力与军事的量能。没有人要战争，台湾的政府与人民是如此，国际社会也是如此。但是各位国人同胞，和平不会从天而降，就像丘吉尔曾经说过的，在战争与屈辱面前，如果选择了屈辱，但屈辱过后，我们还是得面对战争。而台湾就处在威权主义扩张的第一线，守在全球民主防线的最前线，备战
才能够避战，能战才能止战。台湾必须强化自我防备能力，才能够更有力的确保国家安全跟利益，才能争取更多的国际的支持。我们越是做好准备，对岸冒进的几率就越小，我们越是团结，台湾就越强壮越安全。这就是我所强调的，和平靠国防，而国防靠全民。从2020年开始，这两年多来，我每两个礼拜亲自主持会议，经过国安会跟国防部共同作业，从防卫战略、作战模式、战力规模、兵力结构以及训练内容等面向，我们全盘检视国家的防卫战力。今天我们提出以强化全民国防为战略目标的全兵力结构调整的规划。这样的国防体系分为四大区块。第一，是由编制21万人、现员18万人的志愿役军人为主的主战部队，以专业的训练、精锐的战力，随时守护国家安全的第一线。第二，我们必须打造以义务役为主的常备的守备部队，主要负责国土守备跟基础设施的防护，保护自己熟悉的家园的任务，并且支援主战部队协助民防的工作。由于现在的战争的形态，最可能发生的是快速作战的方式，而现行制度底下，守备部队是由后备军人动员编成，但后备军人动员的速度较慢，而且4个月军事训练役要形成有效的战力的时间更长，都无法形成集战力。因此，这次方案最核心的调整，就是以志愿役为基干，以义务役为主要兵力组成，我们把守备部队常备化。任务性质上，就是以义务役为主体的国土防卫部队。第三，则是整合民间的力量，以各部会、地方政府还有替代役所建构的民防系统。除了协助军事作战，更重要的是担负救灾、医疗、治安维护、工程抢修等确保社会持续运作的任务。第四，则是后备系统。未来我们以退役的志愿役充实主战部队，退役的义务役充实守备部队为原则，让长后议题更明确、系统化的落实。此外，我们也会编成相当数量的后备部队，于战时动员后备军人支援主战跟守备部队的各项作战，并且负责城乡守备的任务。这样的兵力结构的调整，赋予各部队及系统明确的任务，而且能够相互的支援，发挥总体的战力。同时，也可以针对不同的任务，施以不同强度、不同专业技能的训练，使得训练可以更扎实、更专精，而且更有效率。那么，现行的4个月军事训练役制度，在兵员的量能和训练的品质都已经无法因应迅速而且瞬息万变的战备局势以及当前的战备需求。那么，在经过2年完整的评估跟检讨，考量在新的战略架构的兵力需求，我们决定从2024年起恢复1年期的义务役，适用对象是2005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役男。我必须承认，这是一个无比困难的决定，但是身为总统、身为三军统帅，捍卫国家安全，确保国家利益，让台湾永续生存，确保世世代代自由生活、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是我作为总统无可回避的责任。当然，我也知道有很多国人对过去当兵的经验感受是浪费时间，有人会质疑4个月都训练不好，为什么要变1年？也有人会担心这1年会被变成过去的那1年，充斥着老旧的训练方式。对此，我已经要求国安会跟国防部针对这次的义务役恢复1年的方案进行以下的调整跟强化的作业。第一，强化训练内容以及训练性能的扩充。
未来的义务役训练将参考美国等先进国家的训练的方式，引进各国现代化的训练模组，同时要增加新武器的操作训练，增加实战化的训练课程，增加实战射击、联合演训，甚至是民防协力等训练。因此我们将扩充训练的量能，不论是训场、训练的方法、教官、教材、训练设备或是武器装备，都将做质与量的强化与提升。国防部所提出的说明文件中，等一下我们会提供给各位，已经把从入伍到退伍全役期不同的阶段的心智训练的项目详细的列出。举例来说，传统的刺枪术训练将进阶调整为近战格斗训练，并且依任务的需求要增加刺针飞弹、标枪飞弹、红准火箭弹、无人机等新式武器的训练，以符合现代作战的需求。又例如两个月的入伍训练，实弹射击也将从86发倍增到160发，而全役期的射击发数不会低过800发。不但是2024年开始的一年期义务役将适用新型的训练模式，四个月期的义务役也会从明年开始逐步增加训练的强度。2024年起，四个月的军事训练役将与一年的义务役进行一样8周的入伍训练。我们希望在新制下，当兵的这一年不是浪费一年，而是用这一年的时间蜕变成为更成熟的人，学习更能生存、更能作战、更能救人，同时也守护自己的家乡、守护自己的家人、守护自己所爱的人。第二，我们要提高役男的薪资。履行国民义务的役男应该给予更大的支持。过去服役的薪资过低，甚至很多人是赔钱当兵，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必须要改革。以二兵为例，我们会将未来一年义务役的薪资，包含保险和餐食费，将大幅提高到26307元，接近基本工资。而随着军阶的提升，薪资也将相对的提升。我们希望透过薪资的调整，能够照顾役男这一年基本的开销需求，帮助年轻人舒缓学贷的压力，也减轻家长们的负担，让年轻人可以安心的服役。第三，推动服役年资衔接劳退制度。目前义务役年资只能并计军公教退休年资，而没有跟劳工退休年资并计。为了兼顾公平性，我们将推动修法，让未来一年义务役役男的年资也可以与劳退制度衔接，并且由国防部负担雇主提拨的责任。役男履行义务固然是责任，也是荣耀。我们希望这一年的时间可以让年轻人的职涯的一部分让大家无缝接轨，同时累积职涯的退休所得。第四，教育部将跟大专院校沟通，参酌相关国家的经验研究，让教育体制更有弹性的可能方案，使役男可以有效的利用时间并且接轨职涯。我希望今天大家能够支持今天所提出的方案，但除了要求国防部跟国安会持续经济内容落实执行以外，我也抱持着开放的态度，希望朝野政党、民间团体、专家学者、社会各界能够进行更多良性的讨论跟沟通，让方案更好，让战力更强，让义务的这一年更有意义，让国家更安全，让台湾永续生存。我相信这是我们生长在台湾这块土地上2300万人共同的目标。各位所有的国人同胞，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人都有一颗热爱国家的心，都愿意为国家尽一份力，都愿意为守护我们身边所爱的人不计代价拼尽全力。只要台湾够强，就会是全球民主自由的主场，就不会变战场，
青年就不用上战场。各位国人同胞，台湾要告诉全世界，在民主或者独裁之间，我们坚信民主；在战争和和平之间，我们坚持和平。让我们展现守护家园、捍卫民主的勇气和决心。我相信，这将会迎来全世界民主自由的胜利。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蔡总统，我们先请蔡总统回座。